连续上一集呢，我们拯救了神之国的平民呢，那我们把它安置在这个大型购物中心。那这边呢，有一些维安的人员在这边协助防卫。那耶稣在这边跟大家介绍这附近的设施好了。这些居民会在这边接受各种检查，然后呢，会有驻卫警在旁边看看他们的状况。当然，又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员。OK， 看一下。OK，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医疗人员哦，来检测他们的状况啊。OK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丧尸哦，我先把它干掉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引发了医疗人员的不满。他们好像不太乐意这样子，我只是怕那个丧尸会影响到大家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过来哦、喔！跟你讲，不要过来哦、喔。然后 OK，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维修人员在维修这个。哎、欸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找我打架？我有枪哦、喔，不要过来哦、喔！叫你不要动哦、喔。哎呀，擦枪走火了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我刚不是故意要射你的，我用拳头打你好不好？给我躺下！哎呦，我 miss， 我打错人了！哦吼，我这什么姿势 ？Oh no！ 哎，还好那个人没有太注意，你走开好不好 ？OK， 好的，你先地上休息一下好不好？然后又引起了骚动啊！哎呦，然后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OK， 然后这些人在你等一下又有一个跑过来啊、喔，然后这边是在拟下一个方案啊。我们这边还有救护车，这台第八王是载伤患用的。然后为什么这边一直有丧尸过来啊？这边是哪里有漏洞还是怎样 ？OK， 我先绕一圈过去，从边走过来好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会跟着我走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，是该有的物资都有啊。然后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是在打瞌睡。哎、欸，你们先帮我处理一下那几个丧尸好不好？不理我算了。那我们继续介绍前面的地方，这边呢是我们的在高速公路上面已经阵亡的一些平民呢，会送到这个地区啊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会有为什么你在拍照、啊？这是不尊重啊。OK， 我们旁边还有又有丧尸跑过来。这些人是都不会处理一下的。为什么车底下面还有个丧尸？是挂掉还是怎样？好，我们这边呢，大概是接到这边，然后这台车可以干嘛？等下我看到前面有楼梯啊，上面会有东西吗？上去看一下啊。OK， 目前上面是没有东西啊，下雨天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，不过搭帐篷应该还可以抵挡到丧尸吧。OK， 我们下去一下。这边没有大门啊，难怪丧尸会跑进来。然后这里也是有夹缝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丧尸过来，丧尸过来，你们小心啊，不要过来啊，不要过来哦，不要过来哦，警告你哦，不要过来，啊，看来这个地区有点不太安全啊，有可能需要再把它加装一些防护网之类的东西啊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叫你不要过来。啊，我们先把这个丧尸干掉了。等一下那个驻卫警好像不太高兴，马上就有人过来赶人了，是吧？哎、欸，好歹我是耶稣啊，我是你们的长老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是围过来想要找我打架的吧？对不对？这么的不合情面。哎呦，这么凶，这么凶。
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们打了，好不好？不想跟你们打，我开车走，好不好？这边就你们自己守护。居然拿枪指着我啊，把我赶走了。好了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先走，我先走。我们让开好不好？让一让，这样子我很难开车啊。又不让我走就对，哎，不好意思。Oh no！ 我们走这个大门出去好了。啊，这个门这里这么坚固啊！我走这个门出去好了。哎，放行一下，放行一下，好不好？放行一下 ，OK OK， 谢谢。啊，丧尸进来了，你们自己处理啊、哦。先走了。我们要去这个医院的部分，据说那个 Rick 跟他的儿子卡尔呢，还有 Trevor 在这个医院这边避难了。我们先过去这个医院。OK， 我们到这个医院啊，这边呢围绕丧尸一直过来，很烦啊。然后这门口呢，哎、欸，门口哎、欸，这两位先生呢，赶快躲进去啊，丧尸过来了，好吧？那我可能要爬这个上去躲，因为门已经锁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里交给你了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呢，一样有这个医疗人员在take care 这些人呐、啊，这些人排排站，先访问他们的状况。然后这边是卡尔跟这个 Rick，OK，、okay, 这两个人。然后呢，我们上面呢有这个警卫，在这个警卫在这个算是高架上面吧，鹰架，这算鹰架 ，OK。然后这台车，这样这把枪为什么这样子啊？OK， 这个地图有点 bug。OK， 那我们先看一下后面啊。目前看起来这里也有防护的装备在这边，然后也有一些探照灯。这边应该是有个人呐、啊，人不见了。这里上不去啊，楼梯是干嘛？我知道他的灯卡住了，所以上不去了。OK。然后这个人怎么怪怪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他是丧尸啊 ！My God，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边啊？哦，不行，这里不太安全。没关系，我先把这边的丧尸清掉。各位先生，请转过来。小姐，小姐，丧尸，好。至少这边算是安全啦、啊。就是有一些奇怪的丧尸啊出现在这里啊，就不太合理。OK， 然后看一下这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飞弹放在门口这里不太好吧？人家点火会爆炸吧？怎样的 ？OK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前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个警卫会倒在地上啊？发生什么事啊？要不要尸变吗？他还是只是晕倒了？哎呦！哦，好吧，先不处理。然后这个太太在这边发呆啊，你们俩该不会在这边偷情啊，干嘛的吧？OK， 不管你了。然后有个小帐篷 ，OK， 这个进不去啊。哎呦，崔奎在这里啊！哇，你在跟妹聊天啊？在干嘛、啊？居然在这边聊天啊！那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我看到这边有个蓝的，这边是可以传送进去嘛？我看一下这里，我们看一下这医院的内部啊。OK， 目前看起来这里是没有人其他人员的，医护人员都在外面留守啊。因为这里面的话，可能会有医生啊处理一些奇怪的病患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这个门怪怪的、啊，门怎么会这样呢？四层啊！啊，不管，我先出去好了。OK， 我们这次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呢会去这个水坝这边呢去。据说南方呢有一个秘密的碉堡。下一集呢 ，Trevor 将会前往去调查，先这样喽。